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空葡萄园，我是葡萄，今天继续玩我们的《暗夜复仇者三》啊，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录影了，然后在这段时间我也是把自己的战斗力提升，大家没有看到我等级已经到达22，然后我战力已经达到了85000，然后今天我们先来开一些东西，就是在这段没有录影的这段时间嘛，然后我也一样是上线，然后拿东西，拿宝箱，拿一大堆有的没的。那我们看一下我们保管箱这边有拿到一些什么东西吧。哇，你看很多东西，可能对一些高端玩家来说，这些东西不算好。不过我们还是来看一下。然后首先我们来先来看这个，先来开这个武器箱 ，A 阶级武器箱，来开一下。然后把声音打开一点，然后把声音调高一点。哦，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熟练的联盟双手剑。哇哦，哇，好像这个还不错哎，对不对？这个还不错。然后我们来装备它。哇塞，我战力破100000了。OK，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？B 级到 A 级的防具箱。哦，哎，这是什么？哇塞，卡琳娜头盔，哇塞，这个 B 级的，好哎、欸，太好了，装备，哇，战力又提升了，好，那再来是 B 级到 S 级的服饰箱，哎、欸，我等一下，我哎、欸、B 这个是服饰箱哦，不是装备哦，我记得服饰箱，等一下我给各位看一下、哦、我的装备这里，所以它是这个，原来是这个哦，所以那个箱子应该是这个服装箱才对，就是服饰啊，就是。另一种装备好，那我们来开一下，好，全都开，嘿，哦，比，哇，然后再来，哇 ，A 级的火枪手斗篷，哇塞，好哎，然后再来是什么 ？B 级的这是什么？巫师双手剑，哇，然后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又是火枪手双手剑。哇、哦，好像有两件是重复的，好像有两个部位是重复的。然后这个是，哦，好吧，这个也开啊，这个是 D 级到 C 级的，这只是也不知道干嘛的，开的都是一些干装备啊。我的包包满了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装备的部分，我们看一下装备的部分哦。哇 ，A 级的，你看我最近拿到 A 级的武器，可能对某些高端玩家来说，这 A 级也不算什么。好，但是没关系，先把它强化。这些都给他吃下去就对了，反正 A 级的我应该可以用很久了。这把 A 级武器我应该可以用很久，然后这个 B 级武器，这之前留的那一把，不过我这把就先留着。好，强化，哇，120000，我刚，哇塞，我刚刚强化费用要120000，好恐怖哦。啊，这把剑，等下这把剑留着，这把剑留着，对，暂时先留着，好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然后这个是头盔，哎、欸，我不要把马尾，我要长黑长发，我要头发放下来就好了。我不要绑马尾的，然后这个我也给他拿来强化好了。然后强化部分嘛，我是有一些各个等级的装备，我都给他留一套，可是好像没差吧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就算是 C 级装备也会，就算是比如说你看 D 级跟 C 级的装备会有两件。也是会有一样的，那我就是全都拿来吃啊，这些装备我就全部都给他拿来吃了，对啊，反正应该也是，对啊，全部都拿来吃，等一下留一下，留一个，好，全部拿来吃，全部拿来吃，拿来吃，拿来吃 ，OK， 好，强化。哇塞，战斗力110000，哇，好欸，然后我们看一下，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哇，我的包包一下子空出很多空间，开心。OK， 哇，成就也拿到了，还有什么装备成就拿到一堆，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保管箱这边，这个是什么研磨剂防？这个就是强化材料。OK， 然后这个也要拿，全都给他开，全都开。然后这个 C 宝石箱，这个宝石可以。OK， 然后再来是，哦，这是钱币箱。然后这些都给他开，我开。
然后再开。哇塞，我这个有多少啊？可以开好多。然后再开，哇，太多了。然后再开，哇，全都是 N 比较低阶的低阶研磨剂。好，来再来强化装备一下。好，就这个。哎，等一下，我都没有拿到项链之类的哦。但我好像装备都没有拿到项链之类的，怎么都还是这些破东西啊？好吧，那没关系，我还是没关系。有这个武器应该够强了，有这个武器就够强。该强化，全都丢进去，全都丢进去，这些全部给它丢进去，全都丢。哇塞，战斗力又提升了120,000，太好了。然后再来看别的，然后我看一下这个头发部分。哎，我是不是有收集到套装？熟练的女盔，我记得这个有分套装的，对不对？套装的部分嘛，然后防具这边看一下，哦，这是什么？熟练的卡琳娜。两件的话，哎，我这两件。我装备这个的话，哎，我不要显示，你看显示斗篷超难看的，可是我这样，我是不是有，哎，我没有套装效果吗？然后熟练的卡利，这个不是什么熟练的卡利亚斗篷，然后这是什么卡利亚有分，所以还有分熟练的卡利亚跟不熟练的就对了，好吧，应该是不知道怎么说，然后这件衣服是。好吧，我换这个好了，还要把这个换回来，所以还有分什么熟练卡跟不熟练的就对了，好怪哦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也再给它强化一下好了，这个全都丢进去了。好像越高等的装备，你用越低等的研磨剂去强化，好像没什么用哎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全都丢，全都丢。然后这个也是继续开，然后再开。哇塞，这异次元什么箱子，我觉得好烦哦。哦，又满个，靠，这异次元箱子还真的是超烦的。好吧，这个我就拿来强化了，反正你看这么多研磨剂，全都拿来强化了。这个已经满了。然后这个可以升级哦，升级，哎，还要升这个没有材料啊，可恶！好吧，那我们换这个升级强化。OK， 强化，吃，都吃都吃。可是这个强化好像没什么用哎，对不对？这个强化没什么用。然后还有研磨剂，继续开，继续强化。强化，都强化。然后，哎，我记得好像刚刚有个宝石镶嵌，对不对？有个宝石镶嵌，我看一下宝石管理，然后宝哦可以塞宝石哦。我记得这个宝石呀，哎，这个是攻击加120，然后这个哎，暴击发动，好，这里给它装上去好了。这个其实到时候还可以拿下来吧，对不对？还可以拿下来 ，OK， 好。那哎，这边就还有宝。哎，其他部位没有宝石哦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。好啊，这个头我再给它强化一下。这个强化这个头，强化。哦，强化，然后我们再看一下，哎，服装的部分嘛，看一下斗篷。哦，火枪手斗篷，好，给它穿上去了。装备。哇，直接战力直接加1,000，有没有搞错啊？这么高哦，然后这个是加暴击发动，这个是加攻击力，我要加暴击发动还是加攻击力？我想一下哦，我加攻击力好，哈哈，反正这些都给他留着啊，对不对？哇呀，哇塞，这一下子战斗力加超多的哎！好，还有什么东西？这个研磨剂，好，这个异次元箱子再去给他开一下，又是研磨剂，全怎么都是 N 级的，啊，就没有别的吗？
然后再开。哎，又满了，靠，怎么一直满？哼。然后我们再给它强化，一二三四，这个八个全部都给它撕下去，再强化。战斗力又提升了耶！ Yeah! 哦天啊，这个战斗力提升的感觉真舒爽。吃下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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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一下，然后好，有些装备我给他留着好了，给他凑个整套，当个纪念品好了。对啊，像这种装备虽然说等级不高，不过我还是把它当做纪念品留在身上好了。会不会有人觉得我是怪咖？应该会有人觉得我是怪咖哦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再来，这边这个研磨剂我一直拿不到饰品的装备，怎么办？道具，然后这个再给它开，都开都开。然后我们看，社群这边全部发送，然后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装备部分。这个兽人耳环，它为什么我这饰品？好吧，这个也拿来强化好了、啊，因为我包包快满，我也是拿来强化。哎，它叫十等，它叫十级的有。哇靠！我这个也在强化。好，然后这个也给它强化一下。就给他吃下去好吗？等一下，这个女猎人斗篷，哎，等一下，按错，等一下，这个斗篷我看一下，这个是加移动速度，斗篷是加移动速度就对了。然后这也是加移动速度，可是他这个我还是加防御力好，好，然后我还再加这个晕眩恢复。我觉得这个比较好，你看它这边有那额外效果，我觉得这个比较实用一点。好，强化这个，然后吃下去，都吃下去。OK， 强化，哇，爽，舒爽，谢谢。OK， 那我们这次就先到这边啊。喜欢影片的话，请帮我点个喜欢，订阅频道，可以继续追踪这系列影片，然后来看葡萄如何把这位美女塑造成一个女强人。OK， 各位拜拜，记得分享给你们朋友们。好，各位拜拜。